大家好，我是胖子啊。这2天呢，我们要准备发货了。那小伙伴们呢，你们期待的成长，我们现在马上要采摘了，今天下午就回家打包了。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摘橙神器啊，它刚好是五五的果，然后套上去的话，它是不会掉下来的，就是符合我们的标准。小一点的。我们就不采摘。们先剥一个尝尝。我们这个槟榔橙呢，它是里面无核的，汁多，吃起来特别的脆。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皮。今天刚好是星期六，然后在城里面，他们他们小朋友和大人呢会在他们到我们的这个摘槟榔摘。哇，确实有点重。这一块就不好露上脸了。这个一旦挑下来，就跟我以前做搬运工一样的。也是很辛苦的，因为我们大货车开不进来，在这个山上，只能用这个三轮摩托车拖到大货车旁边去上车。好，有请我们摄影师来体验一下这个挑橙子啊。动不了。他说我挑的这个太轻松了，他说一点都不重。你站起来呀！站起来，用点力，用点力。说走两步，走两步。啊，起不来。哈。一个筐子60斤，两个筐子120。这回要了我的小命。挑不起来，真起不来。那你平时还吃那么多干什么？你看他故意的，然后故意，然后他不想挑，就让我挑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欢子 TV"。